你的父母，你只在乎你父母说的话。Your parents, you just care what your parents say. 那我呢？ What about me? 你什么时候在乎我的想法？ When did you think of me? 在这咱就别转英文行吗？咱俩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融入的不好。我上班一天够累了，我听到你说话我更累。说娘语是吧？好，我也说娘语。My father and mother 觉得 you and I 很合适， but I 觉得你和我 no 合适。 Understand? 那当初咱俩相亲的时候觉得不合适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你那时候要说，那咱俩不就少走了很多弯路吗？你呀就只要对得起你的父母， your parents 就可以了好吗？好好好，亲自怎么说？ Say Say 是吧？好， I say 肯定 say， 马上 say， you say。 Sorry 这位 girl，你不能签英文的 name， 你要签中文的 name， OK？ 中文的 name 我不会。行了行了，别整了，别跟人家整蒙圈了。那个阿伟，你俩进来都半个钟头了，外面还有人等着呢。你们到底是 divorce 还是 no divorce 还是 go home？ 商量一下。那先这样，好吧？到底谁不谁啊？不谁呢？什么玩意？不行。